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部长。好，马上请主委。陈委员您好。这个。2015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书里头，对于中国的二炮部队对台部署短程与巡弋飞弹，大概是有1500枚。那假如按照最新的一个资料来看，二炮部队总共包括各型导弹跟巡弋飞弹1700枚。那在东南沿海密密麻麻的所秀出来这张图里头，那20个飞弹旅里面，其中的11个飞弹旅，拥有1500枚的这个短程或者是短中程的这个弹道飞弹，是对准台湾。那今天这个国防部啊也证实，东风16型的这个中程弹道飞弹射程大概是1000到1500，那部署在广东的北方。那换句话说，这个很明显的是剑指台湾啊。那这个东风16型跟过去以往比较不同的这个短程的弹道飞弹，除了说射程稍微远一点之外，那最重要它比过去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可以做更精准的一些打击。那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政经跟我们一些重要的这些军事设施产生安全上非常大的一个威胁。那我不晓得我们陆委会针对有关中国再进一步的加强对台湾的这个文攻武吓，或者是对作战的这些部署，我们的陆委会官方的看法怎么样？任何的武力威胁或者是言语的恐吓，其实对两岸关系来讲，它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台湾也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最重要，我们觉得两岸应该是追求和平跟稳定，台海地区的和平跟稳定。所以我们会就是说，我们主张对岸呢，其实应该是双方不是用武力的方式来压迫我们要接受一些什么的政治前提或条件，而是说双方应该是要求同存异。来沟通对话，那么来营造一个两岸一个好的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环境。那个诸位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我们必须表达强烈的一个抗议的一个立场。你今天这个包括说萨德飞弹系统，中国你看他对韩国所采取这种不管是政治经济的这些报复的一些措施，那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台湾而来啊，对我们的安全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威胁，我觉得我们陆委会应该立场更强一点啊，不是吗？诸位，对我们一向就是主张，就是说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武力的威胁，武力威胁对于两岸关系没有帮助，而且是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我想中国这种做法啦，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是讨厌啊，那也会让两岸之间的这个人民的感情越离越远，是会让民众感到很反感。所以这种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武统的这种方式啊，就印证了张志军所讲的反面的一个印证，就是说你越用这种武统的这种方式，只会让台湾人民离大陆啊，离中国越来越远。哦，这个是我这个回敬给这个张志军的一段话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经贸的这个主题啦。虽然在这个中国的这一个强大的一个威胁下，军事的威胁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个威胁，不管是在外交军事上的这些这个恫吓，但是两贸之间的这个经贸的一个往来，从我们今天陆委会看到的这个报告里头，那真的会让我们担心说，我们的台商去到中国投资，他所面临到的这些现行所碰到的一些待遇的这些状况，那包括我在去年海霸王事件的时候，我就问过我们陆委会啊，假如台商因为政治或其他因素遭过中国打压，那我们要怎么样协助台商啊？那当时的说法说，主委的说法说，那我们就按照投保协议的第12条啊 ，ECFA 的第10条争端解决机制去做处理。那假如没有的话，那我们可以向 WTO 申诉。那我请教主委啦，那海霸王这件事情最后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就算了，我们的海霸王就登了一个广告屈服，那我们政府没有作为，有没有抗议，或者是说有没有这个要求说这个部分就跟我们经济部协商，是那是不是要去WTO 做仲裁处理，有没有？
就是说我们是透过就是说海基会透过相关的管道，经济部也是有这个来做台商协处的管道，那么来协助我们台商，就是说在大陆碰到经商一些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协助他们来处理。那个主委，还有两岸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仲裁的一个机制，包括查税啦，两岸仲裁机制这一个争端解决机制。ECFA 后来开了第七次的这个经合会之后就不开啦，那争端解决这也没有啊。就是后来就是说很多台商的一些，对对、啊、所以签了这些有争议都没有办法解决啊。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不管签了 ECFA， 或者是啊，这个等一下我要讲到说这个有关两岸这个食品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都有一些都说啊相关的，包括度量这个标准啊这一个啊相关的这一个协议。也说要这个要设争端解决机制啊，所以你从 ECFA 的这一个协议到两岸标准计量检验认证合作协议，也都说要设争端解决机制，那就因为谈判中断，所以这些争端解决都没有下文，那怎么办？这个那怎么办？那我们两国双方都是 WTO 的会员国啊。那你假如这条路走不通，我们要走其他的路啊。我们不是说放了不管啊，我们的台商在中国大陆，不管是在投保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个贸易的，不管是货品或服务，这个遭受到歧视、遭受到打压、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所谓的这种被关税的这个壁垒或障碍，那我们政府束手无策啊。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经济处的处长来给您做一个说明？不，我先把这个海基会、陆委会的责任先厘清，我再请他们啊。那我们假如这个无解，我们就要召集我们经济部的同仁啊，就走 WTO 的仲裁啊。这个你上次去年就回答我这样啊，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的台商、我们的人民在中国大陆受到这种非关税的这个壁垒或障碍啊，不是这样吗？是的，是的，应该、啊、对。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透过仲裁机制来加以解决、啊、仲裁机制就还没有成立啊，就没有办法处理啊。我现在在讲的问题是这样啊，所以今年初的这一个有关2016年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里头，啊，403件在一月哦，有43%全部都是针对台湾的这一个食品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以这种啊包装不符，或者是这个很明显在我们台商的很多厂商看来，这个是简单讲就是一种非关税的壁垒或者是障碍啊，那我们政府束手无策，那怎么办？这个诸位。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叶处长来给您做一个说明？委员好，就是有关于委员刚才所说的这个400多件，然后我们有40%不合格的这个部分啊。那因为我们事后也有去跟厂商来进行了解了，那厂商并没有就是提出来说需要这个协助的这一个部分。啊，所以就算了。他说没有九二共识啊，但是他们那个局长不是说没有九二共识吗？其中的一个，啊，以前等一下我讲完，以前有九二共识的时候，食品一样输入没问题啊，啊，现在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人吃了就没事，是这样吗？这标准可以因为九二共识而调整，有高标低标吗？可以这样吗？人体的这个安全可以做这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讲白了，这个就是一种我刚刚讲的嘛，一个非关税的这个壁垒嘛。其中的所谓的歧视待遇嘛，对不对？以更严格的技术或卫生检验标准就来卡关啊，所以我们要有具体的作为啊。那大陆方面呢，它确实最近在这个标准的部分或者食品安全部分有一些新的规范，包括包装的部分或者是相关标准的部分。那么这一次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不合格的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厂商可能对于那个相关的规定啊，奇怪啦，啊，全世界的厂商只有台湾厂商不懂得怎么包装吗？因为澳洲也有，澳洲也很多啊。对，那台湾过去，啊，就是输出到大陆的，但是比例没有台湾那么高啦。大陆的我们输出到大陆的商品呢，有一个很大特性，都是我们的量是比较少，可是品项比较多。哦，欸，那这一次那个贸易局，欸，你这个你讲的话跟中国官方讲的话一模一样啊，因为这个是你要去了解啊，对不对？对，然后那其他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啊，奇怪啦，以前都这个不及格率都是大概最多啦，15%、20%啦。那今年一月就到43%。
去年依照去年的统计的话，我们最高的时候也有到37%左右，就是他每个月公布的数字，这是大家可以查得到的。那但是我们持续在协助厂商来那个我没有办法同意，我没有办法，你这种答复我没有办法，你不够积极的去协助厂商。有，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同意。你说你问了厂商，厂商没意见，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就是现在贸易局就已经在。我们自己的厂商，我们自己的官员，我们自己都矮一截。你讲的话跟中国官方讲的话一模一样啊。是不是那个贸易局的部分最近有采取一些这个新的措施来协助我们的厂商来怎么因应这个不合格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在协议的部分也有设立了不同的这个窗口。我很不满意的哦，诸位、对。这个事情从上个月发生，这个月上个月一月到现在，这个陆陆续续厂商都在反映嘛，对不对？现在已经两个月，到底我们现在厂商碰到的困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你讲的？你说你问一问，那就没事就结束？你要去调查，把所有的事情的这个原委把它弄清楚。好，那假如是真的是中国这个一些这个行政的干预，或者是任意的制定标准，那我们要替我们的厂商出气啊，我们要捍卫我们厂商的权益啊，这个才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啊，不是让我们厂商去那边被欺负啊。是的，我们应该是要来协助厂商，来帮他们来解决困难。我想委员的关心，我们会尽快的来跟厂商来更积极的来加以联络。这个了解。主委，我还是要提醒你，上去年讲的没有错啦，因为你在 WTO。这个双方他强调当然是双方有效的这个争议解决最重要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架设这个争议解决机制，对不对？是。但是当你争议解决机制政府间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处理的时候，你还是要最后回到 WTO 的争端解决机构 DSB 相关的一个架构去处理嘛。那15个月最快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所以我真的是建议说，假如当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不管他的服务或者是那个货品受到这种歧视或不公平待遇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要很清楚的就走 WTO 最后的仲裁途径啊，不是这样吗？这个有相关的机制在那里，既然这条路走不通，那你就走 WTO 的途径，这个不是，这个有什么不对呢？也是我们陆委会之前讲的啊。好的，我们会尽力来协助我们的厂商来解决困难。诸位，我最后了哈，在讲这一个争端解决机制或者投资保障中国都不落实的时候，他在讲所谓的国民待遇或者是最惠国待遇，怎么有可能？怎么会让台湾人民相信？对不对？的确，这一步都走不到了，还有一些政治的这个框架，或者是一些行政的干预、非关税的这一个壁垒，你怎么有可能走到国民待遇？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的确，的确，我赞成委员的讲法，它是一个不公开、不透明，而且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并不是依法来治理的一个政权。所以的确，虽然表面上他说要讲要给台商也好，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青年国民待遇，但实际上呢，都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背后做炒作。所以对于这些年轻人也好，台商也好，要去中国大陆发展的，我们都会提醒他，制度不一样，社会不一样，要提醒他去那边做生意或者在那边工作的话，都要注意到相关的风险。好，诸位辛苦了哈，加油，来。